欢迎来到世界毒蛇毒性排行榜2021版。老规矩，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怎样比较毒性。在毒理学中，一般用 LD50 半数致死量衡量毒性强弱。 LD50 是指杀死一半实验动物所需要的剂量，比如五步蛇的 LD50 为 8.9 毫克每千克，那么对一组耗子注射 8.9 毫克每千克时，刚好能让一半耗子死掉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毒性强弱，我会将 LD50 转换成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总重量。比如营销号最爱吹的莽山圆毛头腹，它的 LD50 皮下估值为12毫克每千克，那么莽山圆毛头腹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0.8 斤。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，单位体重下耗子是比人更能扛毒的，所以我们是不能用耗子的重量去套在人身上的。毒性比较方法：一、对比物种的平均皮下注射 LD50； 二、不算亚种和地域较强种，像很多眼镜蛇有非常大的毒性，地理个体差异就导致以前很多排名靠前的眼镜蛇掉下去了。特别说明，本视频中所有数值都是由本人聋哑计算得出的，注意啊，这个是算出来的，不是自己就有的，我把它叫做毒性排行榜2021聋哑版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。第40名，努比亚射毒眼镜蛇。非洲的射毒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坏死非常强，毒性比较拉。而努比亚射毒眼镜蛇就不同了，它毒性还是比较强的，估算它的平均跑分为 0.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20斤。第39名，斑点响尾蛇。毒性排名大多数时候都是眼镜蛇科的竞争，作为魁科毒蛇能挤进世界前40也是非常难得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20斤。第38名，洞吻离眼镜蛇。它的毒性测试原本属于北部离眼镜蛇，后来由于分类学变化安到了洞吻离眼镜蛇头上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473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21.1 斤。第37名，吉林海蛇。吉林海蛇是最重的海蛇，也是毒液量最大的海蛇，同时还拥有不俗的毒性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42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23.5 斤。第36名，半环扁尾海蛇。半环扁尾海蛇以前被认为是假扁尾海蛇，根据最新的分类观点终于成真扁尾海蛇了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42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23.8 斤。第35名，黑曼巴蛇。长久以来，黑曼巴被营销号们吹成世界上最毒的蛇，不是最毒也至少前三，然而实际上它的平均跑分也就只有 0.4，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25斤。第34名，南极蛇。南极蛇也叫死亡蝰蛇，虽然它长得像蝰蛇，但其实它是眼镜蛇科的。南极蛇的平均跑分为 0.4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25斤。第33名，北部离眼镜蛇。前面讲了，北部离眼镜蛇早期的测试分给了盾吻离眼镜蛇，后来北部离眼镜蛇又测了新的 LD50， 平均跑分为 0.388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25.8 斤。第32名，森林眼镜蛇。森林眼镜蛇不仅毒液量大，毒性也很强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37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27斤。第31名，黑带海蛇。这种海蛇连图片都没两张，我们赶紧过了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36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27.4 斤。第30名，沙漠眼镜蛇。大家注意啊，虽然它名字里带了个眼镜蛇，但它不是真正的眼镜蛇啊。沙漠眼镜蛇也算是一匹黑马了，没什么名气，却有着很强的毒性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3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28.6 斤。第29名，印度环蛇。作为印度四大天王之首，上毒性排行榜的实力还是要有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326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30.7 斤。第28名，小头海蛇。大家注意啊，海蛇要开始上分了，技术君赶紧上线了。小头海蛇的平均跑分为 0.32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31.2 斤。第27名，灰蓝扁尾海蛇。出现了贝尔茨海蛇的背锅侠，海蛇里少有的颜值担当，觉得其他海蛇太丑的可以看他洗洗眼，他的平均跑分为 0.293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
34.1斤。第26名，橄榄剑尾海蛇。橄榄剑尾海蛇也算是一种曝光度比较高的海蛇了，要知道好多海蛇连图片都找不到，它的平均跑幅为 0.29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34.5斤。第25名，黄腹海蛇。黄腹海蛇也是很有名气啊，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毒的蛇，但其实它的毒性波动很大，平均水平远不如银环蛇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28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35.7斤。第24名，橄榄头海蛇。橄榄头海蛇虽然长得比较抽象，但人家毒性强啊，它的平均跑幅为 0.271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36.9斤。第23名，半岛离眼镜蛇。半岛离眼镜蛇是离眼镜蛇家族的老二，仅次于东部离眼镜蛇，它的平均跑幅为 0.2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40斤。第22名，优雅海蛇。名字虽然叫优雅海蛇，但我觉得它的颜值也就一般吧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24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40.8斤。第21名，贝尔彻海蛇。哎，营销号们的 daddy 来了，贝尔彻海蛇应该是被营销号吹得最猛的蛇了，什么毒性第一啊，秒天秒地啊。然而现实情况是，它的平均跑分只有 0.24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41.7斤。第20名，考试海蛇。注意啊，是考试海蛇，不是考试海蛇啊，不要在弹幕打一堆考试海蛇啊。考试海蛇的平均跑幅为 0.24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41.7斤。第19名，马来环蛇。马来环蛇也是名气很大的一种环蛇，毒性也是相当的猛烈，它的平均跑幅为 0.23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43.5斤。第18名，水眼镜蛇。作为一匹没有名气的黑马，水眼镜蛇在毒王争霸上的实力征服了大家，它的平均跑分为 0.22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45.4斤。第17名，黑头海蛇。我想问一下弹幕啊，到现在有多少海蛇了？最终世界前十会被海蛇包办吗？我们拭目以待。黑头海蛇的平均跑分为 0.22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45.4斤。第16名，虎斑响尾蛇。虎斑响尾蛇是毒性最强的葵科毒蛇，能排到第16名，简直是葵科之光啊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21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47.6斤。第15名，刚果水眼镜蛇。它是另外一种水眼镜蛇，毒性还在水眼镜蛇之上，也是一匹不被注意的黑马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2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50斤。第14名，黄纹海蛇。排名已经来到了白热化阶段，海蛇依旧十分给力。黄纹海蛇的平均跑幅为 0.18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55.5斤。第13名，扁尾海蛇。扁尾海蛇虽然跟前面那个灰蓝扁尾海蛇长得很像，但其实它们是两种蛇啊。这种扁尾海蛇毒性更强，它的平均跑幅为 0.18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55.5斤。第12名，领圈海蛇。也是个图都没两张的海蛇，平均跑幅为 0.17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57.1斤。第11名，菲律宾涉毒眼镜蛇。有人可能发现了，菲律宾涉毒眼镜蛇的排名上升了，因为在新的研究中测出了毒性更强的蛋白质组，它的平均跑幅为 0.16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62.5斤。下面万众瞩目的世界前十要来了哟。第10名，虎蛇。虎蛇作为澳大利亚的明星物种，当仁不让的成为前十守门员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157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63.7斤。第9名，吉兹海蛇。毒性测试存在争议，从毒液蛋白质组推出其肯定有不俗的毒性，估算平均跑幅为 0.15，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66.7斤。第8名，杜氏剑尾海蛇。毒性测试同样存在争议，暂时把它跟钩鼻海蛇绑定，估算平均跑幅为 0.14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69斤。
第七名，钩鼻海蛇。钩鼻海蛇作为毒性最强的海蛇，也仅仅只排在第七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14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71.4 斤。第六名，银环蛇。看标题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，曾经的亚洲一哥银环蛇被超越了，现在银环蛇落为亚洲二哥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13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76.9 斤。第五名，中路太攀蛇。作为太攀蛇家族的成员，实力摆在这儿，没啥好说的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11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86.9 斤。第四名，信德环蛇。没错，新晋的亚洲一哥，既然要提出新的亚洲最毒，肯定要有足够的说服力。那信德环蛇能让银环蛇心服口服吗？我们实力说话。信德环蛇目前一共有四个毒性测试，分别如下。在信德环蛇分布的不同区域，不同个体都测出了非常恐怖的毒性，论平均水平绝对在银环蛇之上，没什么不服的。信德环蛇的平均跑幅为 0.1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100斤。第三名，海岸太攀蛇。海岸太攀蛇的巴布亚亚种毒性比指明亚种更强，现在全部算到一起，平均跑幅为 0.088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113斤。第二名，东部离眼镜蛇。东部离眼镜蛇虽然有毒液变异，但它的神经毒实在太猛了，它的平均跑幅为 0.086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 115.6 斤。第一名，内陆太攀蛇，毫无悬念的世界第一，以压倒性的优势甩开第二名。它的平均跑幅为 0.0295， 预计10毫克毒液可以毒死的耗子重量为339斤，把内陆太攀蛇牛逼打在公屏上。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最新的毒性排行榜世界前十。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3连转发加关注哟，谢谢。